厨房超聚财，张伟忠赞不绝口。如果不说，大家找不到厕所，因为隐藏在这个墙。还好你们那个冰箱没有做隐藏门，要不然有时候需要开冰箱还是厕所。我原本的冰箱不在这个位置，墙面打掉就可以把冰箱砍到这个墙面。这是我们的保险箱跟我们财库，它紧紧的放在这里面，不会外漏。之前放那边的话，冰箱开门遇到后门也不好。对，前台会连，注意这个厨房设计的非常的长。